我是陈真，一名专业的特画师。怪着怪我颜值不如人，你都没看见那边的嘴脸啊，跟鬼一样讨厌。别扯呀！别走啊！臭人，你想谋杀害命啊！你的抗议！朋友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跑！你不用害怕，我们在学特画呢。 我们终于请到了一项低调的医院大师出席这次演讲。特化不仅仅是完成一个作品，而且要赋予他生命，让他的呼吸跟随你的呼吸。啊！我以为你是讨厌流氓的人，没想到你这是个大流氓。我不是。我在跟总经理说话，请你不要插嘴好吗？麻烦你做到。 做那桌去，我好心帮他振作，他非但不领情，还把我赶走。别走！他不会是感情自杀吧？不会，他不是日本人。但是，你是硬，我没有希望了。老天爷，你是在玩我吗？要是我死了，我就没那么痛苦了。 一个人得受到多大的打击，才能放弃自己热爱的工作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沈云，一个人没有爱情是不能活的。云，你难道真的这么讨厌跟我相处吗？我永远都赢不了他们。我刚刚听到王晓那对你告白，一字一句都听得很清楚。我根本就不了解你，但是你又了解我吗？原来你喜欢真真啊！ 我不会让你把他抢走的，我也和你宣战。你说这女人啊，就像插在男人心中的一根针，拔也疼，插着更疼。我喜欢的人是陈真，不是特化师陈真。你这样跟肇事逃逸有什么区别？ 一个字儿都不准说出去！你放心，我还丢不起那人呢。我只是想帮助人，我就不能做好事吗？从头到尾，你只想着那个王毅，从来没想过我们的儿子。就是一个垫背的。有话好好说，别激动。是你比较激动啊？我一定要成为最好的特画大师，我要让你们都看到我的作品。你太过分了，我跟你分手。 病人现在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撞击，全身都有擦伤。啊！哈哈，真到了！拿徒弟打师傅打？你别老跟我师傅这么，我现在谈的是我男朋友。男朋友不能打呀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拆号。